嘉义市残障者服务协会的声职歌手蔡佩芙小姐。我们蔡佩芙小姐呢，她也在很多公益团体上面都有演奏过。那她昨天呢，因为有管我们泰鲁格的汉事呢，所以她今天要献唱的这一首歌叫做《甘想烈》。那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蔡佩芙歌手上台。